9, 8, 7, 6, 5, 4, 3, what the story 2, down? 1. Oh my god, 7秒打5秒钟。2秒1秒看流传。你们能不能像上把一样不断后啊？啊！啊，对了，别漏神器了，兄弟们。消耗神器都不是有，不是很有问题。捞起，然后把我身上打水晶，打水晶，打水晶。嗯，都没人拿，我拿吧。打开。流沙准备了，可以开。呀。你们不会跳到去左边？我出发跳的慢点，你们不会的去左边那个上面，那个石头。触发慢点，砸了。我发现还挺兄弟们。来不及了，我拐转这边，断。拿火疗再去烧 boss。这个别贴门了，贴门掐天去。好，下来贴吧，来贴来贴来贴来。跟俺在一起啊，把这傻逼 boss 赶紧吧！我们理想点，不要一个人，一个人都不要被这几十撞死。你说等一秒再停，等他动了再停。我他妈的掉线！就带着爆炸房，不然会被火蚁撞死。嗯，好的，现在知道了。RPD，RPD，哈哈哈哈哈哈 ，RPD 也行 ，RPD。RTV 吗 ？RTV 的话，你也先过了，先 RTV 吧。谁你们？就随便，反正就关了，关了，关了，就二十秒。火车，火车，火车。石头吧，来个不是？等等，来个 RTV， 来。等一下。RTV， 来个 RTV。傻逼吧，拉鸡巴跳。RTV， RTV。别怕，别出来没打完几个屁。守着三枪了，扔火瓶，把三枪守好，不然后面压力很大的。就27个人，将近有33个了。男也可以早点，哎，算了，展开啊。你这样办法，人家后期直接把你举报加分了。我们现在五神器，后面还有终极六神器全的，能过好吧？边打边退，阿达的雨是扔雷雨。我不是你段越好，但是你们跳击中力时间就越多。下压下压，没事没事，别传送。打右边一个小缝啊，可以扔个火瓶，嗯，火开。打右边隐身，右边隐身。走走走，贴蓝贴蓝贴。啊，我风不用开了，你自己覆盖。我风不开了。点个流沙够了，点个流沙。也行。
终极留着，不用砍，我没有神器。最终你就慢慢跳吧，好吧，也跳不了。针对你吃啊！我操！在帮你呢，在帮你呢。等流沙啊！等土，站什么？操！踪迹没有。我这些结局地面版总是时有时没有。吃到流沙飞地啊！多少你俩？打呀打呀打！左边。防起来，看流沙，看流沙。你个鸡巴！不要死啊！这个 boss 吃雷，一出现的一瞬间吃雷，你们会砸就砸一下好了。帮你们吹一下吧，我绝对不会说黑洞。我操你妈！哎呦，还有一滴血！打得快点，还能打？能赢，能过，能过，能过。不拿下呀，没土不好过，没奶没土，这个风流沙也没有土火干后，然后太难了，流沙和他变成技能了，没无限弹药，你们要刷枪，真的，我操，五个人能过好吧？封solo，真的。solo 拿一下，solo 拿一下。吃了人能过，神就拿着，吃人能过，打 boss 打死，突破然后我买了打 boss， 开飞宝别开奶，没奶，我只会没有奶，没有奶。啊，没有奶对。科普自觉好不好？好吧，看他死不死断。死吧 ，solo 结局。傻逼才死的啊风风干嘛去跳的话跳了好死蛋满腹你激励铁王山快不然打死没风了没风了solo 了滚你妈的吧！快扑火！快扑火！快扑火！我操！我操！Mission complete.